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جون سين شي دا تو جون هو بين جي يي تشي زان سو تشوان غوي ان لا جون شي شي دا شو ان لا زي غو لان سين شون شو سين دا ار سي سين شين دا رن من بي رو شا لين شو هو دا لو يان نا شي شي وي دا دا چن كون و جين شن وان و في شو وي ان لا دو يي و او 我见证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仆人及其事实，信仰是阿拉赐给仆人最大的恩惠所以，阿拉说：“不然，阿拉已引导你们与人心、人情是毁于你们。如果你们是说实话的，信仰也是在今后粮食得到拯救的途径。”反欣赏的男女形式，安拉是必要使他们过一种美满的生活。正如安拉所说，反欣赏的男女形式，我是必要使他们过一种美满的生活。我是必要以他们所行的最大善功。报酬他们又说行道而且行善并仅说白宫完了天歌的人将在他们的如那里享受报酬他们将来没有恐惧也不会有愁认真研读古兰经就会发现古兰经中有许多说明行道男女的特征的经文其中包括享受白宫坚持按时礼拜礼拜时虔诚功勋正如安拉所说信士们取已成功了他们在拜中是功勋的他们是一万里谬论的而一万里谬论无论是言行正如安拉所说他们是一万里谬论的当中行使听到而言的时候立即对比正如安拉所说当他们听到而言的时候立即对比又说他们不做假见证他们听到而言的时候谦逊的走开牧师说一个穆斯林信仰的完美要求他放弃与自己无关的事三宣上及无和为主导实施正如安拉所说他们是完了讲课的又说信道的男女互为保护人他们宣上及无人说白宫完了天课服从安拉及吃食日这等人安拉将怜悯他们安拉确实完难的确实惹为的四保持人造正如安拉所说他们是保持人造的除非对他们的妻子和女因为他们的心不是受钳子的牧师常祈祷主啊我希望你求正道因为人皆欲日足五保持信托和履行诺言信仰和履行诺言有着紧密的联系正如安拉所说他们是最终自己所说的信托和自己所抵的名誉的又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的履行各种语言又说安拉的确命令我命令你们把一切守信托的事物交给应受的人穆神把保持信托和信仰相结合起来。正如穆神所说，穆神每当演讲时，总是说：“不讲信用时，
没有信仰，不履行约会日，没有要命。我说了以上这些，求安拉饶恕我和你们，一切赞颂全归安拉。各位穆斯林，随时随地纪念安拉和仁慈的信徒安拉是荣幸事的平日和特征之一。正如安拉所说，他们信道，他们的心敬畏安拉而安静。人的一切心境应基于安拉而安静。又说，当纪念安拉的时候，荣幸感到空虚时，感到人力时，忍受苦难时，经受白宫时，分舍我所赐之物时，采取主观努力和信托安拉并不相违背。正如穆圣所说，假如你们认识的信托安拉，安拉必定像赐予鸟类那样赐予你们。他们早上饿着肚子出去，晚上填饱肚子归来。真正的信仰对社会有积极的影响。真正的信实是真实敬畏安拉的，不会说谎和欺骗，更不会涉言和背信。真正的信仰叫人不侵犯他人的权利，同时净化心灵，从心灵中清除憎恨、嫉妒、仇恨、自私、吝啬、背叛和灾害。信仰能使人心宁静和始终心中有主。安拉说，同时他是一个信道而且行善，并以相人相面，以此名相如者。又说，一是光，明是一切人，虽是在归舍之中，为信道而且行善，并以人力相选，以相人相免得人则不然。穆圣说，凡信如信后事者，则不得妨害他的邻居；凡信如信后事者，应管待他的客人；凡信如信后事者，则当说好话或谏言。最美的善功就是履行教法规定，这都会带来社会的稳定、安全和安定，也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亲爱之情，并使社会安定得以实现。履行教法规定是今后两世幸福的钥匙。安拉赞扬荣幸时而说，这等人才是极诚实，他们是极诚乐园的，他们将永于其中。又说，信道而且行善时，必受不断的报酬。又说，信道而且行善时，得以乐园为招待所，并永于其中，不愿前出。如啊，求您使我们热爱人性，并在我们的心中修饰它。